现在罚第一个球，又做到了一次，又扑出去一次。哎呀，射门不妙啊，直奔门将去的。他把球直直的踢向门将，要进是很难的。他一直表现不错，漂亮的点球。队员走到了阵前。 哦不，这球没进啊！他罚歪了。哦，他扑到了，门将做出了世界级的，漂亮，他必须扑到，而他也做到了，这球不容有失。